棒球赞新闻，燃烧你的野球魂。不管是单场双响炮，扮演球队制胜英雄，或是拿下九连胜，成为队史第一人。上周棒坛的发烧话题，就让我们一起快速浏览。哦呦，又是一个外野的飞球，留得住吗？留不住啦，就大击啊！哦呦，就这棒打的还在飞耶，留不住啦！9月13号，中信兄弟做客乐天桃园，推出异军出登版的新洋头泰勒，对决和兄弟对战有绝对优势的霸凌爵。不过红衫军本场比赛攻破对手，全场狂敲17支安打，其中包含岳振华和江坤宇的全垒打，前5局就以6-2领先乐天。哦呦，这个球有机会吗？落地是一支安打。可是还是要往本垒跑，但这个球没有传本垒了。虽然8-9两局原队一共追回了3分，不过最终仍然以2分差败给了来访的中信兄弟。而首次在中职登板的洋头泰勒，在开箱战就获得队友的火力支援，他主投5.2局失掉2分，表现可圈可点，也拿下来台的首场胜投。超过了3×6，第一球出手，中间方向非常强劲，出现了安打。哇，罗萨真的是太会打，这个时候又敲出安打，带有1分打点。这球打击出去很强劲，打穿了3垒防区，形成安打。郭定信现在绕过了3垒之后，直攻本垒，攻下了魏全龙的超前分。林志胜带有1分打点的安打。9月13号，统一狮在台南迎战魏全龙，龙队先发投手刚龙在前6局发挥强大的压制力。仅仅在首局被统一洋炮罗萨敲出安打，失掉1分，而队友也在5局上用棒子相挺，攻下超前分。不过战局却在7局下半风云变色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中外野方向非常深远的飞球，一去不回头。右半边的平飞球落在了界内，形成一支安打，有可能要清垒。这。第一球非常的强劲，越过了2垒球的上空，形成安打。罗萨绕过了3垒之后，也要回到 home sweet home。这一球有没有再来一支左半边跳起来？七局下郭富林先敲出一发逆转2分炮，对方的先发投手退场之后，石子军火力不减，单局灌进5分，奠定比赛胜机。而八局下手感火烫的郭富林再补上了一发阳春蛋。中场统一师就是以7-2击败魏全龙，超出双响炮的郭富林是连续2场比赛获选为单场 MVP。哇，这球抓野方向，留得住吗？打到右半边，这是落在界内的安打，龙队要继续追加分数了。郭天信这场比赛第2支长打，九三哦，拉到右半边，张佑铭还在推，还在推。这一个飞球，哇，最后是上去了。郭彦文扛出了一发追平比数的2分炮，这个球打穿了3垒防线。哇，乐天桃园队的超前分，梁家荣一路的冲回本垒得分。9月9号，魏全龙首度以石花莲棒球场交手乐天桃园。本场比赛双方你来我往，6局结束依然战成3-3的平手局面。虽然7局上半乐天靠着陈晨威的2垒安打一度取得超前分，不过龙队发挥韧性，在7局下半展开反扑。董炳轩拉到右外野方向，这球还在飞，飞上去了。这棒打得不错，形成了安打，龙队的超前分要回来了，拿莫一样跑回第5分，张振宇再补上一支2垒安打。七局下乐天更换投手之后，董炳轩一棒敲出右外野方向的阳春炮扳平战局，接着拿摩一样和张振宇接连敲出2垒安打，帮助魏全拿下巨大的1分。而龙队牛棚也接力守下球队胜利，单场 MVP 是由敲出追平轰的董炳轩首度获选。哦，打高了，在右边方向会进来哦。好像会进去，过了。红军的打击，这球打出去，2垒方向这一次拦不到喽。朱玉贤绕过3垒往本垒冲。9月10号，乐天桃园踢馆统一师，3局上乐天先是靠着凌厉的全垒打先取得点，4局上严红军补上带有1分打点的安打，比赛前段是以2-0领先统一。虽然师队在5局下半一度扳平比数，不过暴力圆打线马上在下个半局还以颜色。哎呦喂，有外野方向啊！
不住了，右外方向凌厉，单场双响炮，来了一发三分打点，全没打。六局上原队发挥暴力本色，靠着串联安打和凌厉单场第二发轰不让，单局豪取六分。虽然九局下半林安可敲出本季首轰，帮助狮队追分，不过仍然无力挽回战局。中场乐天就以8-3击败统一，率先拿下下半季第20胜，而敲出单场双响炮的凌厉则是持续稳坐打击四冠王宝座。碰一下中间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这边没有办法拦到，林泽斌这边没有办法处理起来，让三垒上的岳振华跑回来得分，挤到在右半边方向要落地形成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，现在开绿灯冲回来得分。9月11号，中信兄弟在中地主场交手富邦悍将，由吴哲源迎战刚举办完引退赛又临危受命复出的罗莉。本场比赛是罗莉本季首度面对黄山军，也是他在台湾的最后一场出赛。不过他却在三局下受到猛象打线的狙击，失掉两分，最后是在生涯投球局数来到1500局时退场，也正式告别中职舞台。主棒这一个球逮中了，在左半边方向的落地安打，而且一路要滚到全力打长城。三垒上的跑者跑回来得分，一垒上的跑者绕过二垒冲到三垒之后，眼看绿灯要冲回来，打者上到二垒，这个球那个回传往本垒这边来传吧，没有，投手挡下来。而这是一支清垒的二垒安打，福来袭。六局上富邦利用串联安打，从吴哲源手中攻下第一分，也是本场比赛唯一的一分。而下个半局，福来袭扫出了一支二垒安打，帮助中信兄弟扩大领先。中场黄山军就是以4-1打败富邦。先发投手吴哲源也拿下了9连胜，超越前辈陈奕信，成为队史上最长连胜的本土投手。